bomb. 哎，那个大炮没铲子呢，我铲子去哪儿？哦，没有烟雾头，贼伤。小大，小大，我这能活你？ Fire in the hole, fire in the hole. 欢迎一只野生小可爱进入。压倒一窝。看不着啊。别打还有一个，地水一个。我跟你说，烟雾弹、烟雾头比他妈闪光头都他妈有用。挺好的。因为闪光弹你不是一直吃，烟雾头你看不着。小号掉包了，这号这么屌，竟然没有烟雾头。他不会调，所以说不买。瞄了 A 狗，他不会调，所以说不买。A 狗 A 狗，你们看我微博了吗？会不会调烟雾头？各位，现在上海妹子多，飞段技术不行。对呀、啊，我本身就很菜的， oh. 我本身就很菜的。我没说过我很厉害啊！我操！妈的！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吓我一跳，我日！我去，还有国手，山东区人也不少，但是我感觉没有海地打枪王的人多。Okay, let's do this. 苏浩加 Q 怎么不理人？你吓唬呀，就为了看我主播是吗？鬼鬼，这真的假的？他妈的，有多少人是从以前从别的平台过来看我直播的？我去，喷子，喷子，接地场了，一个喷子，没带包，没带包。也上了吗？没的。盲点，需要小刀。盲点，盲点。我去，两个都在 A 爆点。我去，好身法。这狮子有，漂亮。我操，已经水了，不然那狙击手都不会让我这么纠结去打掉他。这是罚六六六，已经水了。妈的，铲子没有装。Let's go, Global Risk. 铲子没有装。Smoking bomb. Smoking bomb. Flash bomb. 哇，还有狙啊！我都没看着，我只能在烟里边打人。B 连有一个。小中门要出，小的队友人啊，你右上角粘棒。我看像粘棚了。中门来了，中门来俩，来仨，中门来仨。这他妈自己人啊！他妈，我以为你爆点这么多呢。我靠，哥们儿。这拐有狙，爆点一定要精确，你知道吗？爆点一定要精确，一定要确定。看一下左上角的小地图，敌人从哪个地方出？想到了，小道，小道，小道，知道吧？先爆位置，再爆血量，先爆位置，再爆血量，比较重要。先爆血量，再爆位置的话，有可能都已经到点上了，你知道吧？咱家平台去闭口。加油！出门三个，战斗有租号有枪王号吗？你为什么要枪王号啊？枪王号没有什么意义，你知道吧？要租号，我感觉主要是装备多一点。你要如果租枪王的话，最主要的还是个杀敌图标。我感觉枪王，我操，下个赛季我没枪王名片了。下个赛季我没枪王名片了。枪王我感觉也就个名片好一点，限定版。
我跟你说啊，到那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弄一个枪王名片，你知道吗？都看我的直播，然后简单，这上枪王挺简单的。看完我，哎，你看我直播两个月，有没有看我直播？我死了。我得走了。Flash bomb. Fire in the hole. 一仓进。半条血了，我一不用，我一不用铲子切枪，我整个人都不行了。哥们儿，还有一个，我这枪已经极限了，血了两枪刚刚，但是第三枪我靠，完全就跟不是一个人打出来的一样。第一枪准，第一枪水，第二枪水，都是能打死的人，越他妈夸张的枪越他妈打出来了。我没有铲子，等一会儿把铲子装上，加油。刚那三个人我都能抽掉了，担保卖号是吗？什么装备啊？小刀上人，来个中门，卡中门了，我守小刀。他们没有打 A。89水下朝下，走吧，去打 B 去吧，他们肯定去 B 了。这个过去卡了，然后再去卡 A。 Fire in the hole. 第三看我直播上枪舞，你们看我直播最短时间上。你说你卡我干什么？跟人家对枪呢，你死了。滴水，滴水，楼梯，滴水楼梯。你挺骚啊。加油加油加油，炮被封了，能不能死啊？不能死啊。哎，你解封了没卵用，你知道吧？炮被封了，解封了没有卵用。Flash bomb. 啊，啥都看不着啊。哦，没烟雾头贼难受。炮被封了，你被封完之后你解了，他枪王还是封着的。你说你的号你枪王都打不了。啊，对，你也是。我操，哎，对面又说我是挂了。说谁呢？说你呢？说大哥透事。谁呀？大哥。谁是大哥？哦，咱们这个大哥。谁也不是。怕你小心被骗。小道还有两个，直上。小道两个直上。他说那个兵是吧？这是辅助吗？看不出来，完全看不出来。这大哥哪是辅助啊？这大哥不是辅助啊。完了，这大哥又被举报了。这个大哥。我跟你说，你封三天你的枪王都打不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封三天你的枪王也打不了。即使是你找星月会员啊，证实哇，你的号确实没有开过挂，那行吧，我给你解封吧。但是你的枪王还是打不了，明白了没有？有没有解过？有没有用星月会员解过封的？你的枪王排位赛是不是还是封的状态？就是不可能让你解封枪王排位赛。哦，装铲子忘了。哎，我这个记性啊，一般就是少，一般不撸的人他的记忆力都比较差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撸的人他的记性就比较好。
明白了没有？没有铲子是屠龙。没有铲子，没有铲子。你解过，但是枪王还是能打。真的假的？那我的号为什么不能打？你的风七天枪王照样打。那根据是什么原因呀？那是什么原因？我想问一下，那为什么我刷等级枪王都不能打了，而且别的区的号都不能打了？火线币，火线币可以买烟雾头？扯淡呢、啊，怎么可能？烟雾头16色，烟雾头16色。火线币能买烟雾头吗？能买的话去买一个。飞段，你的号封了吗？我的号是刷等级封的。怎么可能，我靠，那上哪买烟雾头啊？怎么可能买烟雾头？如果能买烟雾头的话就好了。主播现在在河南一区，或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游戏。有人死了吗？小刀上一个，不知道打死没打死。如果会玩的话，队友就爆点了。Flash bomb，跳一下就不掉血，屌不屌？刚那种情况下掉下去跳好了，手好了，是不是感觉非常得？怎么样，小磊啊？不能太夸张的杀人。火线币可以买铲子，但是那个铲子不是英雄级的铲子，它不叫。我吓我一跳。加油，没管。哎呀，他跑回去好了，就把他打死了。浪一波，扔烟了。我知道你死了，我靠，80，花园有一个，打了一个80，我该扔烟的，我该扔闪的，清几箱水了，80掉了，你该走了，你该走了，兄弟，完了，拉出来就死了。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架狙，你知道吗？占很大的点位，尤其是在那蹲着的时候，控制不住自己，90%会死。小道，小道，你额头。你上哪？快一点。Nice，A 狗最后一个。换下子弹，你没子弹了。你没子弹了，哥们儿。太自信。调下。小道。他是个狙，他是个狙。哎，好像不强，不强。好像是不行，自信，自信不用换弹，我靠！你要换子弹多好，是不是？我有子弹，换子弹干嘛？哎，你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手臂，手臂，都去臂了，估计。太大了吧！带我坦一把吧，不能带你，你让那个小鹏带你，你小鹏子弹多。哈哈，带我使狙吧，可以可以。小豆一个，上了吗？打八十，打八十一柱。我靠，这亏飞的 A 大盲点 ，nice 啊！最后一个没看着 A 大，没在 A 大，没在 A 大。好打脸，确实最忌讳换子弹。
该换子弹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换子弹的。其实换子弹，哎，有没有人就是有一种习惯，这也是一种习惯，各位看直播的朋友，杀一个人换一下子弹，杀一个人换一下子弹，地狗有没有这样的？我有的，我以前就是这样，但是之后就变成了杀一个人就切枪，杀一个人就切枪。你们是杀人换子弹还是杀人切枪？对吧，杀完人换子弹，但是你有可能就看见两个，很多次都会死在这上面。加油啊各位啊，加油加油。段子几天没洗头了，我天天洗，一天十次，我都用八次泡了你知道吗？我靠，窗口两个狙，他妈合影啊，我操。哎，你是啊，你是啊，小飞吧，跟他妈毕业两个，跟他妈跟他妈结婚照一样，我靠你的，我把那个高的给打死了，我天哪。厉害，可以，刚看见俩雷，加油！哎，真的，我靠，跟结婚照一样，我天哪，打死一个！换子弹有声音漏掉，小队小队，队友能来补吗？一连了，我靠，开三枪就换，你要上去抓他的话，那。打死了是男的，来了，还剩一个媳妇儿，那个女的真的守寡了。靠！我天哪，这贼你妈杀！我把男人给打死了，我靠！还剩一个小姑娘。没有点订阅的朋友点一下上角直播间订阅，如果想租号的朋友可以加一下飞段租号店的 Q 号码96948948 9。不要带节奏，全拿狙算吗？全拿狙，哎，你有的时候窗口能狙掉两个，你包括你们看直播的朋友，有没有窗口一枪狙掉两个的时候？但是必须要在平台啊，你知道吧，必须要在平台，因为平台它那个幅度大一点，要如果在桥下的话它是斜着上去的，你的枪，你要如果在平台的话半横着上去，半横着上去，只有在平台才有可能一枪击掉两个。Okay, 你家窗口，我靠，又得合影，这次估计得有三个，换个位置打一下，也有可能四十下会一看见一个去了。我操，换个位置，小段上一个，小段上一个，墙上墙上去，墙上来一个，没有烟太伤了，四十五都看不了。床上没看着 ，A 大，他家最后一个。哎呀啊！火线 B 不可以买烟雾头，但是可以买 A 的，加油！我靠，白烟都看不着，你们知道是什么感觉吗？但是你们买了烟雾头不调的话，它白烟也看不着。一大我说的没错吧，各位？你买了烟雾头盔，它一样白烟也是看不着。我操，又看不着了。这大估计还得有。啊。WC 一个 ，A 拐一个 ，A 拐最后一个，明白？我头没头盔调一下能好点，我调了没有用，我现在就是调完头盔的状态。这枪拉的跟拉肚子一样。原来 B 了 ，B 哇，被飞坡了 ，B 包点，都在 B， 都在 B。
哎，那个局你照一下。温八咋调？我不知道，我是温七啊。怎么调？烟雾调。我靠！怎么穿死的？加油，各位，加油！打 B 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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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 B 了。确定吗？第两个进了，进包点两个。我靠，转点飞我坤，这你大爷！出门一个，出门出来了一个，咱家平台，平台四十二。啊，我一人守 B， 你们守 A， 我一人守 B， 你们守 A， 可以吗？我一人守 B， 我一人守 B， 你们守 A， 我一人守 B， 你们守 A， 别过点了。我又被飞坤了，来了来了，毙了，全来了。等会主播，你先别说话啊 ！QQ 群83095，美女主播现场撕逼，火烧逼毛。QQ 群为83095 ，QQ 群83095，美女主播现场撕逼，火烧逼毛。带兄弟们过来看看啊！先别直播了，带兄弟们过来看美女抠逼了。QQ 群是83095。来加 Q 群，美女主播现场撕逼 ，QQ 群83095，带群。